《唐人街探案三》导演陈思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观众这几年的欣赏水平进步非常大，对于人文深度和思想深度要求越来越高，这给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中国观众不怕深，不怕梗多，就怕没有。他表示，《唐人街探案三》是这个系列中自己最满意的作品，可以打到99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